在中国电影金鸡奖拿下最佳男主角奖，成为华语影坛首位三金影帝得主，相当风光。不过梁朝伟在红毯上的一幕意外引起讨论，只见他与妻子刘嘉玲手牵手走上红毯，不过走到一半似乎因为太紧张，梁朝伟突然变成同手同脚，表情看上去还有些严肃，更紧握着刘嘉玲的手，画面一出瞬间让众多网友全笑翻，直呼没有刘嘉玲你怎么办，好像家长带娃，反差感太强了，他真的好社恐，有点可爱啊。Bye.